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越发的真相和报案，每天读到，使我们经历个人
也是训练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用诗章、宋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解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而且操练四部合唱，教我们学习与众人和谐，三条为一。我们越向神歌唱，就越享受他在我们里面的同在、运行和生命的恩赐。Thank you.
Amen.